Hello， 大家好，咁今日咧就要拍一条影片咧，就系、是、关于呢个 Pokemon 剑盾嘅。咁大家咧左上角个 file 咧都见到咧有一个咧就叫做请务必慎入嘅一个嘅 file。咁呢度入面咧系一啲咩嚟咧？点解要慎入呢？就系、是、咧入面咧系有关于 Pokemon 剑盾、未来会有啲咩精灵，即系喺旧世代有啲咩精灵咧，就写咗喺嗰幅图上面嘅，系啊，写咗喺幅图上面嘅。咁所以点解要慎入呢？就我惊大家咧就会爆血管啊，系啦，即系见到啲自己想见到嘅精灵，但又冇出现咧，会爆血管啊，系啦，我自己我都惊，因为我一见到我即刻吓到黐咗线啊，好。咁啊，其实都几惊讶嘅，系啦，我睇咗少少啦，虽然未睇晒，但睇咗少少都觉得好惊讶。OK， 咁啊，俾三二一时间，我哋就入去啦，三二一。好，我哋入去啦。呢幅咁嘅绿色图就喺呢度啦。OK， 好，咁啊，俾大家睇下啦。呢一幅图咧就系、是、记载咗所有精灵会喺呢一个剑盾度出现嘅精灵啦。咁但系咧要讲明先啊，系啦，要讲明先，就唔系全部你见到嘅都有嘅，唔系全部都有嘅。你会见到咧格仔上面有唔同嘅颜色，白色咧就系、是、代表冇嘅，系啦。呢、這个好就好紧要，白色系代表冇嘅，绿色呢种浅绿色系代表有，啊呢种浅绿色系代表有，而深绿色咧就系、是、代表咧会出现加纳尔地区嘅形态嘅精灵，系啦，咁讲大家都应该清晰啦。OK， 清晰嘅话咧，我哋就开始啦。咁但系咧，其实一入到嚟咧，幅图咧已经系见到有啲咩精灵冇噶啦。咁我呢度可能后制再搞搞啦。好，咁我哋开始啦。咁一開始睇頭嗰九隻啦，咁九隻都係雨三加嚟啦。咁喺九隻入面咧，只有噴火龍存活，係啦，只有噴火龍生存喺呢個劍盾嘅版本啊。OK， 咁啊，其餘水同埋草系嘅奇異花啊、水箭龜咧就好可惜啦。咁啊，亦都彼此覺得遺憾啦，因為奇異花係我三隻入面最中意嘅。OK， 咁啊，再去後面啦。咁后面就有三隻就系呢一个嘅巴塔蝶啦，咁大家可能都有睇过预告片都知道啦，喺剑盾入面咧，巴塔蝶有一个极巨化嘅时候咧，有啲唔同嘅效果，有啲唔同嘅一啲嘅特效嘅，咁所以咧佢就有留喺度啦。而之后大针锋啊、大比鸟啊、老鼠啊、猎雀、鬼雀、魔雀嗰啲唔记得叫咩名啊，阿帕怪咧亦都冇啊。咁而吓、啊、受到呢一个 Pokemon 僆仔啊，吓不论唔知大人小朋友都中意嘅又肥又和咧就有出现啦。咁我呢度唔特别讨论。穿山鼠啦、啊，穿山鼠冇粉啦、啊，穿山王啦、啊，尼多兰尼多后嘅尼多一族就完全俾人灭咗啦，成个全族俾人灭咗啦。之后就到皮皮啦，皮皮又有粉嘅，绿尾又有粉嘅，应该就系有呢一个阿欧拉绿尾嘅关系啦。咁啊，波波球啊，波音福啊，大奥福啊，全军覆没啊！到呢一个嘅霸王花，霸王花咧都依然喺度嘅，而帕拉斯就已经唔见咗啦。毛球嘅毛球同埋摩鲁风都唔见咗。三地鼠喺度嘅原因系因为有加纳尔，因为有呢一个嘅阿罗拉嘅地区啦。而喵喵怪咧你见到佢深绿色嘅话咧，证明佢系有新嘅形态嘅喵喵怪啦，新嘅形态喵喵怪。咁啊，猫老大就都有嘅，猫老大都有啊。傻鸭咧就冇啦，系啦，傻鸭就好可惜冇啦。火霸猴都冇啦，跟住凤神犬有嘅，啊蚊香蛙冇啦，富迪冇啦，怪力有份啦，啦 ，Seabat 冇份啦，毒多嘅水母冇啦，滚筒岩都冇，竟然唔系有阿罗拉地区咩？哇，真系其实有啲奇妙啊。咁啊，彩虹马啦，呢个系彩虹小方马啦。外兽冇份啦，气空就玩完啦。小池怪冇份啦，小池怪冇份。咁啊，大冲鸭有啦，大冲鸭有嘅。多多冇啦，白海狮冇啦，烂泥都冇，系咩 ？OK。咁啊，铁甲贝有份，紧鬼有份啦。呢啲都系热门精灵嚟嘅吓，呢啲都算几热门。咁但系咧，相比富迪居然冇紧鬼有嘅话咧，都。因为紧鬼系高人气过富迪嘅，但我觉得富迪咧都有佢嘅人气啊，可惜呢度唔知点解就铲除咗啊。好，个大岩蛇有粉嘅，居然系大岩蛇系居然有粉嘅。OK， 食梦兽啦吓，大巨钳蟹都有粉啦。咁啊 ，boom 就冇啦，即系呢个霹雳蛋啦，椰蛋树都冇，格拉又冇，而呢一个嘅沙拉比华拉咧有粉啦，大舌头冇粉。
哇，其实都有排讲嘅，不如我哋，不如我缩细啲啦吓，讲一啲我比较个人重要啲啦。咁其实初代嗰啲，我觉得都好紧要嘅。咁边啲冇咧？啊，好啦，咁啊，头先睇到呢一度啦，应该系啊，鬼紧鬼啊，唔系，睇啦，揿错咗添。咁啊，毒气双子有份啦，因为有呢一个加勒尔地区啦，铁甲暴龙有份，吉利蛋冇份都真系几出奇下喎。金鱼王啊有份，宝石海星啊冇份，呢啲真系系边个编嘅咧啊？咁啊，宝石海星后面嘅吸本小丑，你见到深绿色咧，证明佢系有加勒尔地区嘅新形态嘅。咁啊，飞天陀螺冇份，吸本呢一个迷唇者冇份，电击兽冇份，哇，好多嘢都冇份。鲤鱼王啦有份啦，鲤鱼王启暴龙啊，鲤鱼王同埋鲤鱼龙。跟住贝贝龙啦、百变怪啦、伊贝嗰啲全部都喺度啦，啊伊贝喺度啦，跟住化石嗰堆就死晒啦，化石嗰堆死晒啦 ，3D 龙都死埋，卡比兽喺度，三圣鸟唔喺度，启暴龙都唔喺度，超梦梦唔喺度，梦梦喺度，哇！我净系睇第一个表都觉得哇咁奇特嘅，点解即系作为呢一个金，即系呢一个嘅。关东地区嘅启暴龙居然冇份喺呢个清单度，然之后咧同你讲大岩蛇反而有份，哇！我真系觉得有啲惊奇喎。其实呢一个表系根据啲咩基准而去决定嘅呢个生存名单。OK， 下一个就系已经系呢一个嘅深金系列啦，金文版嘅金文版御三家全军覆没啊，大美纳亦都系覆没啊，跟住猫头夜鹰系有份嘅，猫头夜鹰系有喺只 game 度嘅，呢、这、一个真系耐人寻味啊！瓢虫冇份啦，多阿里多斯冇份，叉字福头先讲个大福冇份啦，灯笼鱼有份，皮皮有，细皮皮有份，比超有份，系啦，细嘅波波冇，细嘅呢只应该系波波球嗰啲冇份啦，小刺蛋有份，念力雀有份啦，天然雀又话冇记错，咩利羊一族全灭族，系啦灭族，咁啊霸王花呢度有份啦，美丽花。屠龙勇士马里路丽就冇份啦，胡雪树系有份嘅，系啦，胡雪树居然系有份嘅 ，OK， 蚊香蛙嘅牛蛙君就冇份啦，然之后呢一个嘅燕子草系咪燕子草啊就冇份啦，跟住就怪兽就冇份啦，呢一个嘅咩怪兽啊，长尾怪兽啊，长尾怪兽冇份，下呢一向日葵就冇份啦，羊羊马都冇份嘅。沼王有份，伊贝有份啦，然之后梦妖冇份，企乌鸦冇份，果然翁有份。好啦，咁不如我哋睇翻之后有份嗰啲啦，不如好啦。大角蛇有份啊，千针鱼有份，千针鱼都有份，我真系觉得有啲惊奇。千针鱼有几多人中意？喺留言话俾我听，你中意千针鱼啊？话俾我听。呜呜，呢个嘅纽拉啦，跟住长毛象啦，珊瑚，呢一个宝。呢只叫做太阳珊瑚，太阳珊瑚有呢个地区形态，你见到深绿色啊。跟住其余嗰啲话铁炮鱼、章鱼，跟住宋屎鸟啊，宋屎鸟系啊，跟住就水飞呢一只嘅飞鱼，唔记得叫咩名啊。哇，其实都几奇特喎。跟住中间之后嗰啲电击兽嗰啲又冇份啦，吉利打、幸运蛋冇份。三犬冇份，班吉拉有份，凤凰冇份，跟住之后雪拉比冇份啦。后面已经是封原地区御三家啦，御三家全部都灭绝啦，系啦，全部灭绝。土狼犬冇份啊，神速呢一个神速嘅直速熊就有份啦，因为佢有地区形态同埋有得进化嘅。刺尾虫冇份啊，河童就有份嘅啊，河童有份。樽果实像果。象实果吓，象实果呢个搞下天狗有份，大王燕冇份啊。OK， 我哋快快咁睇啦吓，睇到边度有啲唔合理嘅时候先再讲啦。OK， 咁呢度都俾大家慢慢睇啦。哇，唔系话巨金怪、布荣员冇份，念力土偶有份。佢而家想打造一个点样嘅 Pokemon 世界啊？其实老实讲，佢个对战环境我觉得已经劲奇怪了。老实讲，定系佢想打造一个冇乜除虫嘅 Pokemon 嘅一个 WiFi battle 咧？比纳斯有份啦、啊、但系呢一度全部死晒，我唔知点解啦。古拉多啊，全部古代精灵冇晒啦，代欧奇先冇晒。好，到呢一个嘅神奥御三家，神奥御三家一样全部灭绝。跟住武黑鹰啦，又喺武黑鹰都唔喺度嘅，系啦，呢度后面有边啲喺度啊？哎呀，呢只都呢个嘅雷咩雷朵？呢只唔记得叫咩雷朵系啊？呢只嘅草系啊？三呢、這个嘅风后喺度啦，三日风有啦，跟住就呢只海游有份啦，呢一只都有，呢只樱桃都有啊，呢只樱桃都有，反而其他宠物啊，
這個嘅白色惡魔冇粉，這個嘅叉尾浮油又冇粉，希榮油啊，大榮油，唔記得叫咩名，氣球有粉啊，氣球有粉，夢妖冇粉啦，烏鴉冇粉啦，臭油有粉啦，臭油毯，然之後草，因為槓中，槓中有粉。胡雪树的退化有份啦，摩尼尼有份，哇！尼亚六三冇份，黐孖筋嘅。尼亚六三冇份，小卡比就有，路卡利又有，跟住呢度冇咩特别。哇！电击波我都全部死晒，大舌头死埋，小刺怪都死埋，羊羊马呢个都死咗啦，天蝎王都冇 ，3D 龙都冇，大潮不备冇，跟住打下我啲神兽都冇晒，御三加黑白银更加唔使讲，完全冇。黑白嗰啲有打擊鬼啦，但有打擊鬼唔錯嘅。三馬騮冇係，我覺得係合理嘅。啊，三馬騮冇係合理嘅。哇，雲雲惡舞都幾有問題喎。雲雲惡舞嘅話都真係，哇，佐羅亞克都冇，點搞啊？究竟佐羅亞克都冇，拜魯球菇冇粉，跟住兩隻化石又冇啦。呢一度係萬魚冇粉，八百頭水又冇粉。呢个神兽火神从打后嗰啲神兽全部冇份啦，系啦，梅洛埃达同埋呢一个嘅降虫都冇份。OK， 到咗 XY XY 御三蛙又系冇喺下面啦，而呢一个隐蛙作为呢一个 Pokemon XY XY 二嘅一个主角咧，佢都要死啦。好，好啊，嗰只掘土兔就有得生存，火神呢个火雀就冇得生存。跟住咧，熊貓有得生存啦，鬼劍有得生存呢啲正常噶，我覺得。跟住打後，龍蝦冇得生存啦，毒龍冇得生存啦。後面嗰只恐龍又冇得生存，岩龍嗰只，跟住後面嗰只化石都冇得生存。妖精呢只嘅叫做唔記得叫咩啦，電鼠啊。好，抽鎖匙冇咗，鎖匙都幾重要嘅變化蟲嚟講。啊，反而 XY 嗰啲都幾多，但係冇一啲重要嘢咯。啲神獸嗰啲全部死曬啦。好，新搬嘅阿羅拉地區啦，全軍覆沒啦，又係全軍覆沒，留翻電蟲啦、文王啦、海星啦，跟住仲嚟玩馬啦、迪珠霸，冇咗蘭塘花，冇咗蘭塘花，黐線嘅真係。冇咗蘭塘花，有隻毒蜥蜴啦，然之後有隻半巨熊啦。跟住甜辣美猴有份啦，居然系甜辣美猴有份，智辉星啊头炸猴有份，嗰只忍者居甲忍者有份，沙耶宝冇咗啊，属性空有份，河泉海心有份，小陨星冇份啦，仲有嗰只树熊冇份，米 Q 有份啦，降嘅电鼠都有份，其余之后打后嗰啲 UB 啊，同埋卡布四岛神全部死晒，啊全部死晒，跟住仲有美绿坦都死埋 ，OK。咁成个表就係咁啦，其实好多嘢都好奇怪㗎啦，呢个係远睇嘅表啊。呢个表都几奇怪嘅，就係在于呢一啲重要嘅精灵，一啲大熱嘅精灵係冇粉嘅，係啦，係冇粉嘅，但係一啲唔係好熱门嘅精灵反而有粉，例如係啲咩呢各位。蟬蜍王啦，啱啱第一眼见到嘅蟬蜍王啦，仲有呢一个仙人掌都有粉。呢个仙人掌都有粉，仲有冇睇先。睇先仲有冇呢啊！你啦，蒙哥罗亚同沙漠罗亚冇份啦，但系呢一只居然有份嘅。我够胆讲咧，沙漠罗亚同蒙哥罗亚咧，一定高出场过呢只啦。我谂系嘛，应该呢一只系得八十，唔知六十几定八十几平均值。呢只至少一百一十嘅冲破，攻同特攻冲破一百一十嘅。以呢一个攻击嚟讲啊，但系我唔知佢以咩作为基准啦。跟住喷火龙有啦，奇异花舞呢一度都令我几愤怒下嘅。见到喷火，我即刻要放生佢。仲有嘅就系巨金怪冇啦，巨金怪同埋呢个步行员都冇份啦，好奇怪嘅，系啊，非常之奇怪地，佢居然入唔到呢一个嘅 Pokemon 剑盾入面，究竟系咩原因呢？啊，会唔会系佢想整 DLC 咧？但系佢都讲到明话冇意系收录全套剑嘅，但系我又唔知道佢出呢一啲宠，有啲真系冇乜人会识，或者冇乜人会去觉得系有好感或者系特别中意嘅喺里面。譬如是甜懒美猴啦，头先讲咗甜懒美猴居然系有三，即系佢系牙三只位啦。而呢个蓝糖花居然冇，我咁讲中意蓝糖花嘅人多过甜懒美猴嘅，系啦，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啊。跟住仲有啲咩咧？齿轮啦，齿轮其实都冇咩特别啦，我觉得。定系佢话关于呢个加勒尔地区嘅时候就有嗰啲齿轮去帮手起嘢啊？咁啊唔清楚啦。
系啦，御三家入面咧，只系得翻喷火龙生存紧啫。系啦，御三家入面只有喷火龙生存紧啦，其余全部都死晒，系全部死晒，包括忍蛙，系啦，包括忍蛙都死埋。我想讲咧，忍蛙同喷火龙嗰个人气应该系不相伯仲啊嘛。经过 X Y 二式，系咯，经过 X Y 二式，我觉得忍蛙嗰个人气都应该高好高下喎。至少我觉得忍蛙系还可以啊，系啊，几有趣啊，忍蛙呢一个精灵。其余就嗱马骝帽，我觉得好合理嘅。马骝帽我觉得好合理嘅，即系你有冷水猴啊、花爷猴啊、同埋爆响猴啊、爆响猿啊嗰啲都正常嘅，系啊，正常嘅。系咯，我觉得毒龙嗰啲应该全部都有啦。即系点样咧？即系譬如系一个世代入面咧，最后面即系跟喺神兽前面嗰堆，因为嗰堆咧都系属于系譬如班加拉啊。步榮園啊，啟暴龍嗰啲啊，係啦，啟暴龍呢度都冇，都真係幾奇怪啦嚇。神獸冇，我覺得都情有可原啦。但係你一啲啟暴龍呢啲作為初代嘅精靈，我覺得初代第一、第二代啊，或者第三代全部都要有啦，係啦，頭嗰四代都要有。反而 X Y 打後嗰啲咧，可能你要執一執咯，係啦，或者深或者係黑白打後執一執，有邊啲唔要咯，並唔係。并不是你斩嗰啲御三家咯，老实讲，我不知道佢想点样啦，可能系打咗一个唔同嘅一个 Pokemon 嘅Pokemon 嘅 VGC 嘅一个环境啦，对战环境啦，但系就我真系睇唔到有咩共通点啊！如果大家有啲咩嘅睇法啦，觉得呢个表系有啲咩共通点嘅话咧，不妨推理完，然之后再留言话俾我听啦，咁我哋。下條片再見啦，下條片再見啦。咁中意嘅話咧，記得幫我撳個 like 啦，同埋咧未訂嘅話，幫我撳個訂閱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